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. Today's 画师就是，等等，林道龙啦。哇，是林道龙！我最喜欢霸王龙，第二喜欢的就是林道龙了。我是冷血无情的盗猎者林道龙。安仔，你能不能别老乱说？林道龙又叫迅猛龙，原名有敏捷的盗猎者的意思，是生活在白垩纪后期的中型肉食恐龙。你看，我没说错吧？我在电影里看过，林道龙是非常可怕的盗猎者，通常都是好几只一起行动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体型那么小的恐龙，居然是冷血无情的盗猎者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连你也不信？好吧，没办法了，那我们去乌鲁鲁星球借人看看吧。谁来帮帮忙？这里着火了！爱奇艺 Go， 爱奇艺 Go， 哔啵哔啵，马上出动去救火啦！先将水箱装满，长长的水袋准备好了，哔啵哔啵，去救火啦！长笛子，升高升高再升高，长水袋，藏水珠发射 ，Go！将水箱装满，长长的水袋准备好了，哔啵哔啵，去救火啦！长笛子，升高升高再升高，长水袋，藏水珠发射。刷刷刷。